我从哪说？听见吗？哈哈哈！好，从现在开始你就自己不能随便说话了。一博，哎，能听见吗？能。反正你后面的所有的行动就听我的指令就可以了。好。因为后面马上就要组队了，但是你们其实现在目前队里边的队员未必是你们全部满意的。就是如果说我有一个 hip hop 在我这儿，我这个就可以更加完整。对，我们有战术布局，排兵布阵，是排兵布阵。所以说，给大家一个机会，也就是说，在其他街道的队里边的这些队员，你们其实是有机会把他们给撬过来。不管用什么方式，能够说服他来到你的队，只要他同意了就 OK。但是就是有一个小前提，很好玩啊，就是给大家设置一点点小障碍，因为呢，你想想，你喜不希望他去你队里边把你队里边最强的人撬走？不希望，不希望。对，给你们个机会，跟我一起留在这儿，你们过一会儿都会戴上一个耳机，会听我们的现场指示，你们必须照做。啊，这些听起来不是好东西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们要按照这个指令去做。如果说没有做到的话，这个机会就丧失了。哦，你们每人写两个，你们觉得最好的两个。你看我干嘛？没，你看我干嘛？啊，我说了，我就肖杰跟大婷，都是我的区域的。我，布布和乔治老师，杨雨婷，和腾仔。哎呀，哦，腾仔，哦，对，那次你看到了。我写好了公孙无名，还有 Clash。哇，两个 B boy。哦，你从这里面选一个去。好，大婷。我为期待。OK， 行动适可而止。我非常期待，大婷的表情是什么样的？好，现在把大婷叫到一边来。哎，我有一些话要。你问他，你说听说你对我有意见。听说你对我有意见？啊？我没有说过啊，我没有过啊。对，你们队长跟我说的。那个你们队长跟我说的。啊，你仔细想一下你说了些什么。你仔细想一下你说了些什么。我真没说过呀。好，现在走到旁边，把刚才绊倒你的那瓶水拿起来，无论是一瓶的还是半瓶的。干嘛要喝掉？就像拿了一杯茶一样，拧开吹一下，吹一下，就像上面有茶叶一样吹。对，再吹一口，转圈吹，水很热啊，记住表演情境，水很热，吹，问对方渴不渴？你渴吗？练得这么累，怎么会不渴？啥？练得这么累，怎么会不渴呢？喝掉它。我有点感冒，我不敢脱口罩。喝掉它。啊？这是什么？喝掉它。我咋不懂？咋了？快点喝掉它嘛！快点喝掉它嘛！哦，快点喝掉它嘛！我咋了？嗯，喝一口。咋了？我咋不懂？现在对他说你自己想说的话，一句20个字以内真正想说的话，我们不打扰了，我们不打扰了。刚才那些都不是我要做的，然后我真的很喜欢你的作品，很喜欢你的 style， 很喜欢你的控制，很喜欢你的 power。 20个字好像过了，然后我希望我最后懂了为什么好像很开心。大婷拉住他，我刚才说的话你以为是真的吗？哼，我刚才说的话你以为是真的吗？是。嘉尔相信你。好。嘉尔相信你。
开心的表情说：“嘉尔相信你。”嘉尔相信你。这大婷疯了，大婷没事了，没关系了，含情脉脉的走开就可以，但是手不要松，含情脉脉的走，手不要松。开啊，哥。对，含情脉脉的走，手不要松。这大婷不要。大婷太干死了。然后你问大婷说：“哎，你不是要练舞吗？你跟着我干嘛？”我懵了。哎，你不是要练舞吗？你跟着我干嘛？哦，那我你快去练呀，手不要松开，快去练，手不要松，手不要松，快去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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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生气生气，我真的快去练，继续走，手不要松开。那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然后抱以微笑的离开了。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了，打扰你了，刚才。没有，没有。哎，没有，话有点多，可以了，结束了，转身决绝的走开。我咋不懂啊？刚刚。不是，真的什么事不能这样，这样太狠了。你想，你过会儿进去的时候，你觉得会有好的结果吗？这样。我觉得你应该对我好一点。对。我怎么听到一种报复的笑声？哇，你这么开心吗？这个笑声充满着报复。也可以从头到尾都不让说话。你可以不要在他结束以后，在我开始之前这样说的。当我没说。有乜嘢呢？我在想别的。我是想别的。我的天哪，太好玩了！你可以告诉我们他的感受吗？我其实已经看到了他的感受，其实已经有点好。那我 crash， 哇！好，进来，走到你的心仪的选手面前，走到面前不要说话，不要说话，不要说话，跟别人没关系啊！就走到你心仪的选手面前。我有点近视哦。啊。哇，你这个眼神啊，在那边啊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他背对着，红色衣服，黑色帽子，啊，你都看到了，对，哇哇，凝视，凝视，凝视，好，不要握手，凝视，没有这么多礼貌啊，你好，魏楠说话，开始面对他微笑。Maybe after this, I go home.